各位参知者，《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就是经过阿难的请入伐木的问法之后，佛的解答，说明要先明白这个二决定一，这两种意义一定是这个样子，不可以改变，不能够改变，所以叫做决定。这个初心就是初发心，你初发心要去向无上菩提，要先明白这两种决定的意义啊。那么然后就分别解释，解释就是第一段就是第一义，重选因地心，令依全心起修，先好好的审定自己因地发心，最初发心的用心看是不是正确。第一义主要是要明理，显示了解自己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人人本具，以这个不生不灭的因心为因，才能够成就不生不灭的果觉的功德。也就是说，因心与果觉必定要相应，这是第一。后边的第二义是要审定这个妄本轮回生死的根源要把它找出来如果没有找出这个生死的根源，没有把这个烦恼破除，是没有办法去向无上菩提，那是第二义。这里先讲第一义的经文开头，佛对阿难说：阿难，第一义者，第一义是什么呢？下文就说明说，你的若欲卷舌声闻，修菩萨圣，入佛之间，你们声闻人如果有坚定的心，要把一向修持的小圣法声闻的修法，要把它卷掉，卷就是去掉，舍舍除要把过去一向知发愿离心而不发菩提心的这种的声闻法，现在要把它舍掉，要修菩萨圣。修菩萨圣，行菩萨道，就要发菩提心，以菩提心为总根本，必定要有菩提心，才能够修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修法，去证于佛的之间，就是《法华经》所说的开示悟入佛的之间呢，所以说修菩萨圣要入佛的之间。那你必定要审定你的因心，看是不是正确。所以说，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另外用单音号把它刮出来的这八个字最重要，就是先审定，细细的观察你在修因的地位所发的心，跟究竟果觉的佛果的地位，这个果觉的究竟觉悟，因心跟果觉是不是完全相应是相同还是不同？异就是不同，同则就是以不生不灭为因地心以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性来起修，才能够与无上菩提相应，那就是同。假如以生灭心来修，那就是异，那就是不同。声闻人呢，他并不是不修解脱门，声闻人他也求解脱呀，他也断烦恼了生死，但是他的方法是用生灭
来对治生灭，啊，生灭灭了，另外一个生灭来了，就是灭掉生死，但是又求证涅槃，那又是另外一个出世间的生灭法，所以他还是不能够究竟，啊，因此你要修菩萨道，必定要彻底明白自己本有的真如自性，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应当要知道这一部经的前面三卷半经文，从第一卷的正中分开始，一直经过第二第三到阿难开悟，开悟之后第四卷的开头，富罗罗的问话，佛的答复，啊，然后对阿难的劝修，这三卷半经文完全在讲理，显理，啊，那么前面讲了三卷半的经文，用处就在这里。你现在要下功夫，想要修，要修吗？你必定要观察对前面所说的理呀，你懂了没有？有没有彻底明白？前面三卷半的经文就是完全未了，现在要真正发心修行，要行之前看你的理路是不是完全明白，啊，如果完全了解前文的话，那以不生灭心为因地心，那么不生不灭的因地心跟果觉的不生不灭的果地完全相应，那就是同。如果以生灭心为修因，那就是异，那就是不同。所以接下去的经文，佛自己啊对阿难解释说：阿难，若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无有是处，啊。那么佛对阿难说：如果你在修因的地位，用生灭心来做你本修的因心，要求证佛国的不生不灭，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是不能够成就的。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用生灭之因求不生灭之果，不可得，得不到，因果不相应，啊，应当是如是因如是果。要求证不生不灭的果，要用不生不灭的因心，啊，所以佛用反面的话说，如果你用生灭心为本修因，而要求证佛圣究竟一佛圣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果地，那是得不到的，没有这个道理的，啊，由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就是以不生灭为因，啊，才能证到不生灭之果，那么因果才会相应，啊，于是义故，你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由这个道理的缘故，你现在应当要先观照，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照字啊，就是审观，就是下手的功夫，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跟这里的照明的照相同的，啊，假如不去观照，没有办法明了，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真正的啊发心的正因，而成就将来究竟的不生不灭的果觉。那先观照明了，你看看世间法吧，先拿器世间来说吧，器世间就是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器是器界，依报为众生所依的依报。你看这个世间的依报，凡是可以造作的，可作可以造作，凡是用造作而成的法，有生必定有灭，皆从变灭，都是随从在变化中
而最后灭掉了，生住异灭，生住异灭，万物都在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这四象中啊，在哪里轮转不停啊。这个世间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的七世间，它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个地球成住坏空，轮转不行，人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都在变灭啊。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先观察，凡是可造作的通通都有变灭，所谓凡所作性皆是无常，凡是有所作的这种东西没有能够永久存在的，必定是会变灭的啊。我乃你观世间可作之法虽为不坏呀、啊、然终不闻烂坏虚空，拿虚空来比可坏的世间法啊。我对阿难说，阿难你看看嘛，你观察这个世间所有凡是可以造作的法，有哪一法不坏的？看看这个世间一千万法，凡是可作性的，有生必定就有灭，没有一个不坏的，没有一个永久的啊。山河大地最大，给我们依住时间比较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它还是要坏灭，没有一样法不坏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坏，你知道吗？然专于此，从来不曾听过虚空烂坏掉了，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一向从来不曾听过说这个虚空坏掉了。你曾听过这个虚空烂掉坏掉吗？这个虚空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大虚空，这个太空虚空不曾烂坏过啊。为什么虚空不会烂坏呀？何以故？何缘？何缘何故啊？这个虚空不会烂不会坏，它的缘故在哪里呀？因为空灰可作，又是始终无坏灭故，空不是所作性啊，空不是可以造作的，不是靠人工造作，也不是靠任何方式去造作成就，空一向就是如此，从古以来空就是这个样子，将来近未来界它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从始有这个虚空到终近未来界，它不会坏不会灭，空中所有的万物都在生生灭灭，而虚空啊它绝对不会坏灭啊。经文里面前面说过了啊，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诸相都在虚空中，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啊，都在变坏，都有生有灭，但是这个虚空不会坏啊。虚空不坏一向如此，任万物在虚空中在哪里发挥啊。所以因为虚空不是所作性，虚空不是所作性，所以不会坏灭啊。那么反过来说，凡是所作性都会坏灭。那么这是拿俗谛来说，俗谛世俗的理来讲，凭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四象上来观察啊，你看得到的一切万物凡是所作性的都会坏，可是这个虚空是不会坏啊。这里越俗谛讲，后边越真谛的理讲，那都后文再说啊。这里以俗谛来看，万物都在空中生住一面啊，都会变坏，只有虚空一向如此，因为它不是可作的东西，不是所作性，所以从始至终一向如此，
不会变坏，不会灭掉。这个道理你明白之后啊，现在要了解本有的不生不灭的理性，先说明现在众生眼睛所看到的万法生生灭灭的情况，总不出下面的五种诸法诸位之法，就配合这个五蕴来说明这个五浊，说明它坏灭的情况。了解这个五蕴身心由坏灭，然后才能体悟真如自性不坏灭。所以接下去先说这个会坏灭的这些法子啊，这情况如何，那先拿一个总比方来做说明。所以接下去就先开头就说，真理身中尖相为地，润湿为水，暖浊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分离沾染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食肉中五蝶粪足，说明这个五浊的情况。先看我们这个身体吧。佛对阿难说，现在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嘛。这个有形象的身体不出四大，尖相为地，这个身体骨头有质的东西啊，就是地大，人生的地大，尖相，尖是坚固硬的啊，例如这个一身的骨头啊，这个坚硬的东西，那么这是属于地大，有质的都是属于地大啊，比较尖的就是骨头这么硬，可是它就是属于地大的东西。润湿为水，一身的水分滋润的湿气的啊，例如天气热了流汗水啊，那么天气冷了鼻子流水啊，这个一身的滋润湿的属于水性的这个东西，这是属于水大啊。我们人生呢差不多都是属于水分占多数，有说人生60%是属于水分啊，就这个肉完全是水去组织成就，假如没有水啊，剩下的很有限的一点点有质的东西啊，所以一身的水分滋润的湿的，这个是属于水大。暖处为火，全身的暖气，人如果没有暖气就完了啊，就无福了。一身有暖气，它有地大有水大再有暖气，这个暖啊，我们可以接触到人身的暖气，这个是火大啊，有四大的火大。人死掉了四大归元啊，就风大先归，其次就是火大。所以动摇为风，动摇指这个身体的举止动静啊，还有鼻子的呼吸，身体的运转，我们的这个举动行住坐卧，这都要靠有风在动啊，有风在动它才能够运转啊，尤其鼻子的风啊，人从生下来一直到最后呼吸断，这个中间呼吸的风不曾停过啊，有停过吗？不曾停过，因为停久了就要污浮了，就要上香了啊，因为这个鼻子你就是让它停一下不要呼吸嘛，顶多我看不能超过一两分钟了，太久了吃不消了啊。所以凡是举止动振动静的运转，鼻子的呼吸，身体的运转，完全靠这个风啊，所以动摇为风。
而我们身体内的五脏，五脏里面的所有动性的动作，它在动，这都是靠风。有风才能动，假如没有风啊，这个心脏也不会动，心脏不会动也是无福了啊。假如没有风，胃肠里面的蠕动它也不会动。所以人生这个身体，有形象的身体，离不开地水火风四大啊。而这四大缠住我们的这个心性啊，由这四种缠缚住我们的清净的心性啊，就使这个本来沾然光明微妙的这个啊觉性啊，被它分出啊，分割开来，就变成啊有视、有听、有觉、有察。本来地水火风四大是无知的啊，可是因为跟我们本有的心性以妄识混合起来，它就变成啊，由这四大的四禅啊，那么把它改变成为啊，在眼睛就能看，视就是看啊，这耳朵是听，鼻、舌头、身体就是觉，觉就是包含鼻子的嗅、舌头的肠味、身体的感触，用一个觉字包含在里面。察就是异地的分别，异地的分别法尘就是察，觉察。那么这个所谓视听觉察，就是眼就能见啊，耳朵能闻，鼻子能嗅，舌头能尝，分别味尘，身体能够感触，异地能够知法，察分别，觉察分别，这个异地的啊所有的法尘呢，它能够一分辨啊。由此我们人生有了这个四大的东西啊，而把这个心理作用啊就把它分开来了啊，眼之能见不能闻，耳之能闻不能见啊，那么这样子一分开啊，就是被这个四种的烦恼妄尘啊，地水火风由我们的业力啊，贪嗔痴的业力所感啊，造下这个身体，结果就有这些分别。本来是圆妙的，本来是光明的，本来是觉知的，现在被它分开来，变成只能见能闻而已啦。六根对六尘，能见能闻而已。而真正自己的自信反而不知道，反而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众生就成为这五种的混浊，使这个身体呀在三界里面造业轮转没有停止。这五叠就是五重啊，五重的混浊重叠在这五重的混浊里面呢、啊、在哪里继续起惑造业轮转生死啊。这个五浊就是平常这个名称是相同啊，劫、见、烦恼、众生、命这五浊，但是这里的说法完全越众生的因心所成就的这个五浊的情况来说明啊，跟普通一般越知末、越果、越现成的情况说明的情况不一样啊，这是说明我们众生有了这种的啊业因，他就轮转不息。先说明这个浊意，云何为浊？怎么叫做浊呢？混浊的浊怎么浊啊？单说这个浊，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佛用一种比方啊来做说明。所以对阿难说：“阿难，比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人，本质柳暗，二体反而性不相寻。
这说明有两样东西呀，一个是清的，一个是浊的。比方说水是清的，清水，清净的清水，它本来就是清洁本然，本来清净洁净，本来就是如此清清净净的水。可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浊的，世间的尘土、灰沙、尘埃、土质，或者是烧成灰的这个木灰，或者是沙土，这些东西轮就是类，这类东西呀，它一下就是主位的，不能亲的，尘土是主的，灰也是主的，沙都是主的，这个东西都是主，为什么会主啊？本质留爱呀。尘土灰沙，它的本质就是滞留停留在那里，阻碍住水的流通，它对于水是有阻碍，二体反而性不相随，二体指这个水的体质，尘土灰沙的体质，它一向本来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它的性是不能相顺了，顺就是顺，水不能顺灰沙尘土，灰沙尘土也不能顺水，不能说我碰到水了我就变成干净的，或者是水碰到土了我就变成浊的，他们两种性质都不一样，性不相顺，一个是浊性，灰沙尘土是浊性，而这个水是清净的性，它两种的性质不同，不能相顺，不能顺，彼此不能相顺，我来顺你，你来顺我，不可能，因为这两种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样东西如果它分开各个站在一边的话就没有事，水还是清的，灰沙还是浊的。可是现在如果有人呢，接下去经文说是有世间人取笔土尘投于净水，土是留爱，水往清洁，容貌固然，名字为浊，这说明这个浊的原因，世间上如果有人呢，他的手很贱，就把那个尘土灰沙抓了一把，放在这个净水里面去，这么一来呀，土失去它原来停留在那边不动的情况，现在被这个水一混浊，失去原来的停留的情况发生阻碍，发生阻碍情况什么呢？是水呀，失去清洁，亡就是失去，失掉它清洁的本能，变成浊水了，变成浊水，本来清净的水被这个灰沙一混就变成浊水，那么由此啊，它的容貌固然就是混浊，它的水的容貌就变成混浊了，那么由此啊，名字为浊，那么清水已变成浊水，你浊无穷亦复如是，佛对欧难说，你的五重的浊身体五蕴五足这个情况，拿这个比方来说明就可以知道了，情况也是相同的，所以叫做亦复如是。他这个比方啊，水的实性比真如自性不动，真如自性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它都是不变的，都是不变，不变就像水性的这个实性，实性不管你清的时候它也是实的，浊的时候它也是实的，不会有所变化，而这个泥沙尘土那就比众生的烦恼无明烦恼，
这个无名烦恼混合在这个浊水里面，这个比方要这样子分哈，实性实气，那水的实性比真如之性不会变，浊的水它也不会变，清的水它还是那个样子，所以用实性比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自性啊，清净的是本能的自性啊，而这个水呀、啊，水比如来藏，要这样分清楚啊，水拿水来比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它是生灭与不生灭活合的啊，生灭就是指那个浊，就是尘土灰沙啊，不生灭是原来的真如自性的清净本性，是清水啊，本来的清水呀、啊、就是本来清净的藏性啊，用实性来比真如自性，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实性不管你是浊的水清的水一样的，不会发生变化，实性不会变化，而水会变成浊的，用泥沙去混合，水混合起来水会变成浊的，就是如来藏它是生灭与不生灭活合，在起信论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就是如来藏在众三分上它是就像那个浊水情况一样啊，所以下面就教人要怎么样子使它把浊的去掉，恢复原来清净的水性啊，在如来藏中要把这个啊未足的烦恼啊泥沙把它去掉，然后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啊。下面就分别这个五浊啊，这个五浊的说法跟普通一般说法不一样啊，但这都是乐堂的根本说明的。我呢，你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执妄尘，是第一重，名为劫足。劫足就是色蕴，色蕴啊，就由色蕴说这个劫足啊。先说这个第一重，众生的劫足，这个劫足就是众生的色身啊，因为有了这个色身，也就有了这个时间，色身是空间的，占了空间的一个方位啊，比如我们这个身体在空间，它占了空间的一个方位啊，身体有多大多高啊，那么占了这个空间一个方位，那么有了空间必定就有时间，劫是时间啊，有空间必定有时间，有了这个空间的身体，同时就有时间的流转，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流转，所以这个第一就是劫足，劫足就是对色蕴讲啊。在文字上佛对阿难说，阿难，你用你现在的眼睛去看吧，你看这个虚空是周遍十方世界的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虚空的，因为没有虚空万物就不能建立啊，啊虚空是周遍的，无处不有的，有世界就有虚空，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世界，一向就是如此啊，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周遍于十方世界啊，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虚空的空是色法，包含色法地水火风四大在里面，你能见的见的心理作用，能见的见的心理作用啊，见是见分，空是相分啊，因为由见分见相分啊，实际上见相二分本来是不可分的，都是从一真如自性里显现出来的啊，本来是空见不分，现在你觉得好像可以分，见是见，空是空啊，
因为有空，这个空是没有实体的，空的妄法它没有实体，所以有空无体，有了虚空，在虚空中你所见到的一切万法啊，那么好像俨然是有，可是这些法都是虚妄不实，空没有实体，而空中所现的一切法也没有实体。地水火风四大每一法它自己都没有实体，只是众生妄法里面显现出的一种假象。有见就无觉，已经有了见分了，只在分别，失掉本有的觉性，本来自信清净的那个灵明妙性的觉性啊，现在不见了。在我们凡情上那个灵明妙性的觉，我们体会不到，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自己本有的灵明妙性啊。所以前面三卷半经文里面，佛一再的对于欧难说明众生本有的自信，可是他一再没有办法接受，原因就是现在在凡心上他没有办法体会啊。刚才讲到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知妄尘，是第一重名为解主，是说明众生有了这个身体，占了有空间，那么同时就有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成为这个解主的现象啊。而实际上我们真如自性里没有这些东西，本来是空见不分的啊。可是由众生的妄知，有了无明烦恼，就分得清清楚楚，有空可是没有它的实体，空里面的地水火风也是没有它的实体，而成为众生有个见分的见，能见的作用，这个见的心理作用啊，由这个见分的心理作用升起，向外痴求，失去自己本有的觉性啊，真正本有的觉性他已经没有办法体会到。所以前面三卷半经文说了那么多，阿难才能够体悟到本有的自性，可见要体悟本有自性不是简单的。而众生因为有这个四大之身跟能见的作用的心力啊，这样混合相知妄尘，相知知是交知啊，就是这个心理作用跟这个身体上地水火风四大这些色法与心法交织起来啊，那么成为一个妄法，这个妄法成立了，发生这个有这个身体的作用，所以前面经文说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啊。那么众生就执着这个四大之身，认为这是实在的我，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众生第一重的这个结足的情况。那么说这个话用意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第一步啊，要从这个观察四大本空的道理下手啊。说到四大本空，有这一句话啊，宋朝的苏东坡他把这个玉带就留在枕江的金山寺，成为枕山之宝。原因怎么来的呢？宋朝的苏东坡跟这个福印禅师，所谓方外交啊，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啊。那么因此苏东坡经常就跑到金山寺去跟这个福印禅师谈话啊。有一天佛印禅师他正在方丈里面为那些学禅的人呢考验他的功夫，这个时候苏东坡突然之间跑来了因为他太熟了，
谁也管不了，直接就跑到方丈室里面去。跑到方丈里面去，这个时候因为佛印禅师正在忙啊，啊，那么里面也没有他坐的地方了，啊，当时佛印就称苏东坡称为内汉，内外的内，翰林的翰，啊，他说内汉，你突然跑到来这个地方，没有你的坐处，你来做什么？白发这样说啊。那么这个苏东坡就说，哎，没有坐处没关系呀，我可以暂时借你老和尚的四大来做禅堂啊。这个话一说，老和尚马上就说，好，我有一句话问你，假如你不假思索能够答得出来，我的四大就借你做，否则的话你腰间的玉带留在这里做镇山之宝啊。这个可以，这个问题可以啊。他答应了，答应了，你赶快把这个腰间的玉带拿下来，否则你等一会你没有搭出来，那你走了我不能抢，用抢的了。他、啊、好好，没问题，古时做官的这个腰间都有玉带啊。当时这个周东波就把玉带解下来放在佛印禅师的这个桌子上啊。你问吧啊，他说三生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内汉从何处做啊？答不出来了。哎，我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啊，既然空的四大，你在哪里做啊？他没有办法思索，说思也思不出来，只好把玉带留在山上啊，成为进山之宝。这就是因为这个四大本空一句话，苏东坡就得把玉带留在这个金山寺，不晓得还在不在。各位去大陆去找找看看还在不在，在锦江的金山寺啊，那是成为进山之宝啊，啊，有名的留玉带的故事，把玉带留在这个金山寺啊，就是因为这个四大本空。那么说这个话，佛讲这个五浊的第一重啊，这个四大就包含在空里面，不另外分别说，用意就是要你知道四大是空的，四大本来是空的。一般人都会说四大皆空，说是说了，你空得下来吗？真正能空吗？一点都不空啊，而且执着的很严重啊，就是曼阿卡塔掉都没在的啊，别说是再严重的了。那么因此之故啊，众生的四大的执着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么因此我们如果要求断我执，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是要观四大皆空，要观四大空，知道五蕴非有啊，然后才能去证于初世间的断烦恼了生死之法。假如你不知道四大是空啊，你纵然很会用功，可是被这个四大不空拖住了，超不出去，生死不能了啊，就是念佛要往生西方，被这个四大拖住了也就跑不掉。所以第一步要学习观四大皆空啊，这是劫中劫，印度话时间长的叫做劫波，劫是简称，劫波翻成中国话就是时分，时间长的叫做劫啊。因为这个世间啊，因为这个它有尘住坏空啊，尘二十小节，住二十小节，坏也二十小节，空也是二十小节。那么四个二十小节就是四个中节，成为一个大节。世间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就这样子轮转不息，尘住坏空，尘住坏空，轮转不息。根据居士论说，我们现在是住阶的第九小阶，现在
注解的第九个小节，第九个小节，它是一个小节是一针一剪，现在是在剪接往下剪，一百年剪一岁，一百年剪一岁，一直往下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人寿百岁，往下剪，那么一百年减一岁，到现在两千几百年，将近三千年，那就平均就七十岁。这不是说人的寿命这样的平均，而是算时间，算劫，算这个往下减的劫，已经减到七十，再一直往下减，减到人寿十岁，一百年减一岁，这样减，减到人寿十岁，他再往上升。一百年增一岁，这样一直往上增，增到八万四千岁，这个叫做一增，再往下减，减到十岁，叫做一减，一个小节就是这样一增一增一减。现在是第九小节的减节，再往下减，所以人心越来越严重的这个不好啊，所以造的罪业是越重。那么一直减到人寿十岁，那个时候他往上增，那就是第十小节。将来弥勒佛成佛，就是在第十小节的减节，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佛降生，龙华三会，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时间的节从哪里来，因为众生的四大五蕴的执着，执着这个四大之身。那么因此分别有万法，有万象，不知道这些都是有坏灭的，那么因此执着的缘故时间世界沉住坏空不停，万物生住异灭轮转不息，人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样是生了慢慢老，老了又病，最后死，死了又再生，就是这样子轮转不息。那么众生轮回生死就这样子一直无量劫来就这样过去。假如现在不修行不断烦恼，将来继续流转还是一样，还是这样继续下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要好好的观察四大皆空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第一个结束就是对身运讲的，对身运讲的，身就是这个身心呢，这身运身身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么由此形成这个接触，众生就是轮转不息。第二的见着就是对受运讲的，身受想行识对着五浊刚好配合第二的见着的经文说，你身现团四大为体，见闻觉知永令留哀，水火风土宣令觉知，相知望尘是第二重，名为见主。这是见主的这个经文你在当时是对阿难讲，但是这里包含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的你的身体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现在是团住四大为这个身体，团呢组织起来混合起来，地水火风四大这四样元素混合起来组织起来，成为我们人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不离地水火风四大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就不能建立。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里面也包含空如果没有空，四大也没有办法建立的。四大本来是无知的，地水火风它有知吗？它没有知觉，可是现在呢转成有知，见闻觉知永令留哀。见在言就是见，在耳是闻，在鼻舌身是觉，在意是知，见闻觉知就是六根所有的知觉永主色的意思
啊，我们这个六五根在四大的身体上啊，他们都好像分割开来了。眼是眼，耳是耳，眼中没有耳用，耳中没有眼用，他们融啊分割啊停留，各个分一个范围在哪里起作用。眼有眼珠子，耳有这个耳骨啊，耳根能听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身体这样子啊，停滞在某一个地方，就发生某一种作用，使令它停留住而发生阻碍，彼此不能互通啊。爱就是显示这个六五根不能够彼此互通啊，眼只能看不能闻也不能知啊，每一样都是它限制一种作用而已了，所以叫做容易留爱。水火风土就是地水火风，土就是地啊，地水火风四大本来没有所知，他没有觉知。地水火风四大他哪里有知啊？他无知。可是呢，现在因为被这个见分的功用把它分开来，旋转过来成为有觉知的功用，宣令觉知，宣是转啊，被我们的心理作用把它宣转过来，无知的变成有知。而眼鼻子这些六根的这个福根尘，它本来都是地水火风四大而已啊，它本来是没有吃的作用的，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啊，第八欧拉耶识的见分把它转过来成为有知的作用啊，成为有知的作用，就是因为有心理作用啊，把它混合起来转过来成为有知的作用。假如没有见的功用把它啊分开来配合在六根门头在哪里升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四大它本身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人一旦他的业报尽了，精神离开这个身体，好，那么这个身体只有四大，结果就不起作用，就变成幻灭啊。所以现在众生的身体呀，就是由这个地水火风见闻觉知这样混合起来成为有一种作用，就相知妄成，互相交织啊，虚妄成立这个六尘境界的分别作用啊。所以这就是第二重的见着啊，见着建立在受蕴，受理纳为一，接受前进啊。因为这个有四大的身体啊，眼能见啊，乃至意知法，它会去分别前面的尘境。那么分别前面尘境是先接触到这个尘境，然后才升起作用。所以由见与受升起作用啊，在足方面说叫做见足，在五蕴方面说它是受蕴，就是受因的这个身体的功用啊，能够接触外尘，分辨外尘的境界，那就叫做啊这个受蕴的作用啊。那么这是由见着因起的受蕴作用，这是第二。第三，烦恼着就是想蕴升起的作用啊，就是越想蕴配合众生的烦恼着。烦恼着的范围很大，贪嗔痴根本烦恼、随烦恼乃至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啊。这个烦恼着的情况，经文说又你心中一时诵习信发之见涌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知妄尘，是第三重名烦恼着。又还有，因为讲五浊才讲了两种，现在讲第三，所以叫做又。你
慈恶呢包含我们一切众生啊，心中就心理作用就是那个祥祥运啊，那个祥的作用啊，它会意会认识会诵十意，这是月三世论，意过去是现在诵习未来啊，这四个字是这样子分别，忆回忆，回过头去想回忆啊，昨天做了些什么事啊，啊去年有什么事啊，啊前几年有什么事啊，那、啊、我们住是几十年了，那么几十年前又有什么事啊，回忆回忆从前的事情，尤其老人呐、啊，上了年龄七八十岁啊，他很会回想小孩子时代的事情，很会回忆过去啊。为什么老是回忆那些呢？因为他无事的时候独头意识啊静不下来，独头意识静不下来就是回想过去，我从前如何如何，从前如何如何啊，如果没有人跟他谈话，没有人跟他聊天，而他又没有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静下来就是老是想到从前，老是想到从前啊，我从前又如何又如何，把那些事情都搬出来，那就叫做忆啊，是认识，认识现在啊，这现在的情况，例如说你现在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鼻子闻到什么，舌头吃到什么，身体感触如何，意的知啊，知道什么，这个是就是现在，现在的情况当下啊，例如我们现在在听经啊，现在在讲经啊，讲的什么，各位听的是什么，当下能够分辨明白，那就是啊，诵习诵，如果按照字面讲啊，是把书读到过背，不用看字念得出来，叫做诵。现在这个诵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计划，计划将来叫做诵。你心里计划将来如何如何，有没有打算年底选什么，选立法委员，选什么长啊、哦，那你现在就在计划，计划，你在报纸上天天会看到他们的计划如何如何，啊，现在就把这个知名度打出来，让人知道你是某某人，啊，将来投你一票。送，在计划，正在计划就是送，啊，第二种啊，就是想出这个方法来啊。把它画成图案，画成图案，我就按这个图案去计划怎么做啊，计划是动脑筋啊，等到图案画成了就决定这样做啊，我打算我的票在哪里比较多，谁会投我的票，我要怎么样去拉拢他啊，用什么方法，哎，把那些一些通通画出来，各位不选呢，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不要选，不要选，为什么说这个话，举例而已啦，不要误会，不是叫你们去选呐，我一票也不够用啊，啊，不是说要大家去选，而是做一个啊，这个举个例子，就像这么一个例子，因为这个现实例子比较容易明白嘛，说其他的我有的你们有，你有的我们有，也没有办法举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都很清楚，所以这是一种举例而已，不是叫各位真的这样去做，举个例子，就像这样子啊，计划未来。还有啊，人都有一个计划将来的情况，例如读书人，他毕业了将来做什么，毕业了要做什么，他都有个计划，毕业了我们该去做什么啊，从前有个老师问他的学生，也快要毕业了，说哎，您毕业了去做什么呀，学生说，老师啊，我毕业我要去开个帽子工厂，那个时候还没有扁帽了啊，我开个帽子工厂，做什么帽子啊，他说
老师，我要做高帽子。做什么高帽子啊？哎，给人戴嘛，人都喜欢戴高帽子嘛。哎，老师你要不要啊？我不要戴高帽子啊。我虽然不要，我先送你一顶好了。那你如果送我，就接受了。你送不送啊？送一顶给老师。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高帽子老师已经先戴了一顶。那么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啊、他都有计划，计划将来啊，计划将来就是送习啊。怎么样的送习呢？就是老师计划把它记得啊，滚瓜烂熟，哎，熟了啊，都熟悉了，我该怎么做随时就可以提出来。各位的，我不晓得，我晓得的我提出来。我准备今天要讲经啊，你要知道我上次的星期天讲完之后就开始计划了，计划到今天上来讲了，讲出来了才算，这个计划才算完成啊。为什么要这样计划呀？你不好好的下番功夫能够讲出来吗？啊，万一讲不好讲错了怎么办呢？有因果呀，五白是耶福，不怕吗？啊，所以我的工作天天都在准备讲经啊，不但是吃饭的时候在准备讲经，我睡着了还在准备讲经啊。我曾有一天晚上把明天要讲的那天晚上就先已经讲过了啊，在梦境里讲过一遍了啊，所以我第二天讲啊，这是讲第二次了啊，讲第二次不用看书了啊，因为第一遍已经讲熟了。因为你所做的工作是在这一部分，要站紧自己的岗位，我是做什么的就要像什么，好像演戏的，他要演关公嘛，必定要好好的去锻炼一下啊，那个关公的样子你必定要好好去学习，做出像个样子来。假如你演关公，你对关公的态度不熟而学成张辉，那糟了啊。那张辉只会吹胡子，可是你要知道关公不会吹胡子啊，他一向就是这样子啊，拿着春秋，他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套你不熟的话，你要做出那个像张辉那个样子来，那人家笑死了，牙齿要笑掉。为什么？你做的不像个样子啊，因为你表现的就是不是那一套啊。你演孔明嘛，就像个孔明，穿个八卦衣啊，拿个鹅毛扇啊，要像个样子。什么样的人表现出什么样子的这个态度，要跟他完全相同。那么这个送习就是说，你站在哪个岗位上，你要该怎么做，天天都在想，时时都在想，计划他的工作啊。我到了今天，我总觉得我的路子总算走对了。怎么走对了呢？一天到晚都在佛法里面，离不开佛法啊。因为你讲经不是讲别的啊，啊，经文里面的佛法你必定要把它啊多学习多看啊，否则的话讲不出来。所以因此这个诵习就是自己心里的计划，将来啊把这个计划弄得很熟很熟，那就诵习啊。信发之见，信本来是指的真如自信，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体悟本有的真如自信，就是在习性上，多生多劫的习性上发现出一种的知见，所知的不出世间法，所见的也只有世间法，所以一天到晚了就在六尘境界上，在哪里追逐，涌现六尘，容纳心中显现出来的境界，通通都是六尘境界。什么东西？眼所看的色法，耳所听的声音，鼻子所嗅的香臭，舌头所知的味道甜酸苦辣，身体所感触的
色化等等，异地所知觉的就是过去的肉血影子啊。那么从自己的习性里面发出很多知见来啊，哦，这个东西我很熟，这个东西我知道啊。那么而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法他都研究得很清楚啊，总超不出这个世间的六尘境界啊。离开六尘境界，心理作用不可得，离尘无相，成六尘。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六尘境界，离开它的话，心相不可得。我们的六尘影子啊，落屑影子在异地里面都是六尘，都是前五根对五尘落屑的影子在异地里面存在。如果没有这些沉静的现象，心地清清静静，没有这些相，所以离开沉静没有相，离开觉体的这个知觉，性也不可得。这个觉是本有的觉体，本有的觉体它顺着众生的这个沉静啊，它会发生种种的这个了知的作用啊。这个了知的作用虽然都是虚妄，可是离不开觉性的当体啊，所以离开觉体这个习性的性也不可得。那么我们第六意识里面呢，一天到晚就在哪里转过不停，相知妄尘，以这些境界在哪里啊混合起来建立起来，在哪里造作，在哪里表现啊。相知就是交相妄知，这些妄法通通成立在第六意识里面。我们的第六意识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到最后无福，他们有停留过。醒的时候六根对六尘，他固然在分别，就是不去对尘境，他的心还是在分别。分别什么？分别自己的内心的影子啊，那就是独头意识翻自己的原有的镜头。就是修行入定，他也有定境的啊，定位独头意识啊，所以入定了，定位独头意识守住那个定境啊，所以他能够保持相当一段时间，都是第六意识的功用啊。睡着了有梦位独头啊，平常时有善位独头意识，所以这些六识啊，第六意识的境界在那互相啊这个交织，成为所有的妄想的种种作用啊，由此成立起来。那么这些做什么呢？增长烦恼，心地里面增长烦恼，贪嗔痴啊，无明烦恼一直念念增长，是第三重明烦恼中。这个增长烦恼的功用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识，我们凡夫能够体会得到的也就是第六意识，除掉第六意识已经没有能够体会得到的心理作用。因此之故，一举一动凡是心里所动的念头通通都在第六意识啊。除掉第六意识的功用之外，第七识我们凡情没有办法体会，第八识更是没有办法体会。所以第七第八虽然有这个名称，我们只在书本上知道，真正它的功用如何没有办法体会。所以这个五浊里面呢，第三的烦恼浊这个作用啊最大，一天到晚都是它在起作用啊。所以我们时时啊要回光返照，照照自己的心地，现在是在做什么，是在想什么，他动的念头是好是坏啊。我们有这个般若智慧啊，时时关照自己，看动的什么念头，好的念头不妨让它继续增长，假如是不好的念头马上要把它切断啊。所以古人说啊，不怕妄起呀，啊，只怕觉痴啊，觉悟太迟了，跟住这个妄想心去，那就很可怕，业力就会造成啊。
假如你一动坏念头啊，那个坏念头一动起来，你马上发现了，马上把它拉回来，不要让它继续下去。所以禅宗啊，宗门下它有这个牧牛图，牧牛图好像看牛一样。哎，这个牧童，看牛的牧童，小孩子拉住牛的鼻子的绳子啊，那么如果他偷吃人家的这个素菜等物，马上把他拉回来，绳子一拉他就知道这个不能吃啊。那么我们的妄想心啊，就是好像啊这个牛鼻子的绳子啊，假如你能够时时观察他，发现他在打妄想动坏念头，马上打他，把他拉回来。哎，你是该做什么的人？哦，你是学佛的，学佛的不能动这些念头，这个不好念头又不能动，假如有了马上把它打消拉回来啊。念佛的恢复原来的念佛，参禅的恢复原来的这个所参的话头啊，持咒的继续你的所持的咒语。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对治自己的妄想心，否则你让妄想一直一天到晚在哪里啊这个造业，那这个烦恼就越来越多。不但是根本烦恼六种啊，随烦恼二十种，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通通都从这个地方升起来啊。这个前三种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要从第一种的观这个四大皆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时时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地水火风四大都是空的啊。既然是空的，就不要执着，不要贪着啊。那么这样子时时关照自己，慢慢慢慢，久而久之身心就会清净啊。那么第二的受，见着的受，凡是所受的都是苦啊。观受是苦吗？啊，四念处的观受是苦，知道观受是苦，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不要贪着世间的这个尘劳之乐，那都是暂时的，只有增加造业的啊。那么第三的第六意识的功用，增长烦恼，这个最可怕，要特别注意，时时观察自己的第六意识，它是在动什么念头，起什么念头，时时观察，久而久之心地就会清净啊，并不是说单用嘴巴念佛而已啊。所以必定要从根本这个心理作用的重要地方时时观察，这样子才能够慢慢呢、啊、由烦恼转成啊这个清净的境界啊。五浊讲到第三烦恼浊，第四众生浊以下，留下这讲。